好啦，黄子轩，我知道最近咧啱啱出咗一只新歌。苍天会无声，苍生会无声。咁你就叫我帮佢 post。咁但系首先咧，我就要你完成一个 challenge。咁、那个 challenge 系乜嘢呢？咁我就要咧喺条街揾三个陌生人，每个人俾佢一个拥抱。你完成咗呢个 challenge 咧，我就帮佢 post。其实阿 J 咧一早已经俾咗呢个 challenge 我噶啦。今日咧适逢情人节咧。就會招募啲陌生人做我嘅情人同我擁抱，同埋咧頭五位就會得到紅玫瑰一支，之後嗰啲禮物都好正噶。好，出發！黑洞再靜，從來用心聽的多少呼應，天地再混。好，你好。同时幻想简简单单地。